小姐，会当冲水啊？好。奇怪，人家飞机哪会无去？哎，那呢？哎，那呢？哎，没有，把我找看的啦。那耳钩是我老公送我生日礼物呢。哎呀，我明天又无去啦。我明天去在家啊。小姐，你先别着急啦。我帮你倒车。哦，小姐，你哪去倒车？哦。你听拄仔藏伫倒？放在家啊！是啊，你把平安在就这边。哎呀，那无去。嗯。不记得我有一个事要跟你讲。还是要等待。我头拄仔看到美玲黄爷爷揢一个物件，伫咧内面，啊我嘛唔知影是啥物件，啊不过头拄仔听到人揢咧找鱼钩，我想讲，敢会就是鱼钩？无可能啦，美玲伊做人遮好，伊无可能做这样代志啦。啊不过我真正有看到伊揢一个物件进来啊，而且美玲嘛来遮无偌久，伊人安怎你嘛无了解。你若不相信，你会使看妈橱仔内面。我就是看到伊把迄物件放落伊的牌仔内底，我嘛唔敢确定啦。你先别讲话，我来处理。小姐，你刚找到啦？没事，这是阮员工伊收起来，伊本来是我好心啦，啊，甲伊收起来，用囡仔收起来，放伫边啊，啊，结果吼，阮都大珠大意，就是这囡仔要死，啊，甲迄要死的囡仔吼掺做伙啦，歹势吼，完了啦。后边在洗头时阵，就算你八折，啊，润子嘛免钱，安尼家己回去咧，好不好？多谢你啦，啥物件找着就好啊。你刚找着，我嘛较安心啦。多谢，嘉君，美玲，家人家回去咧。是的，慢紧慢紧啦，啊，物件找着就好啊啦。美玲，继续催他们，后边较注意哈。好。家君，你嘛赶快，多谢啊！我你姐啊，有够好美玲面子，既然可以继续斗三工，等一下班哦，我着看我你姐啊，要安怎处罚伊，上好是叫伊离开。奇怪，我哪无印象，我把耳环包伫咧囡仔内底啊？家君，美玲，你来一个。今日鱼钩判个代志，你嘛看到啊？啊，好佳哉，迄个小姐性地好，无咧甲人计较。啊！我万不依哦，拿来一个恰人恰好的安尼去啊！啊，若无好，搁要讲点，搁要告人，安尼生意都免做啊！所以后摆做代志哦，搁爱较认真、较注意，知影无？知影。啊，搁一件代志，美玲，你知影迄鱼钩倒位找着无？包伫面巾内底啦，啊，是我无注意着。
在你的包包。在我的包包？对啊，你别假了啦。那我跟月里姐都有看到东西藏在你的牌子里面，你敢不承认是你偷拿？我才没偷拿东西呢，我也不知道他在我的包包里面啊。你别假了啦。那时候我在后面，我有看到你夜夜放一包东西偷偷放在你的袋子里面，我又想说那是什么，原来就是你偷拿东西。我哪有拿去后面啦？我就看到了，你就是都没人看到，我有。佳俊，你又把你看到的情形说一遍。好，那时候我刚才在那里用那你头发的油水，用油了，我想说要去后面拿一罐药水，一罐药水拿的时候，我就看到美玲夜夜拿一个东西拿在后面，那时候我没确定那个东西是什么。后来我听到那个人在说他耳朵判见了，我才想说可能美玲拿的就是那个东西。所以你没看清楚美玲他是偷的什么东西，藏在哪里？对吧？没，我才刚才想到的。那你为怎样？你拄只吼坐去后边的时阵，你就确定讲物件就伫美玲包包嘞？好啦，现在代志拢处理好啊，当作无发生。按我后摆恁做啥物代志，我会记哩。恁是店内员工，啊，唔通因为吼失联原因去破坏咱店的名声，因为咱店哦发生啥物代志？大家都有责任，知道吗？